好，继续继续，晚上争取通关，下午又打2个小时。有的地方只能跳过，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晚上好。通关大概5小时，我好像游戏时间应该是4个小时，啊，我已经5个小时了。血腥的，我不知道哪血腥，现在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普通的这样打枪，然后打到头啪爆出血浆也要打吗？好像我的那个审核员是不是专门指配的特别严格一点？然后李阳脖子被咬也要打吗？这怎么跳过？我难道想无伤吗？难道要我无伤吗？是的，我没更新，因为第一段又被打回来，然后第一段有两个爆头，啊不是爆头，就是打到头，然后就打满，还有一个好像被咬，总之是个浩大的工程，而且我过两天就出去玩了，所以这个录像处理不了了。让大家反正如果能出发前能够投2-3段，就大家先看着再说。今天晚上这些肯定投不上去的。是啊，连脖子被咬都要推，那怎么办？那怎么玩？那我要玩无伤呗，是不是？他随机的，只要拖到有血腥的地方就给你打回来。去北海道玩。然后明天看看能传几段算几段，要是老是退回来，我就把后面的直接去掉不投了，至少保证视频能看吧。想一下应该去哪儿来着，插座应该去这个电梯吧，应该是。这是王阿姨肉拿手枪子弹，这个转盘锁那儿应该是那个密码箱没拿。油管你看得了吗？我还传不了呢，你能看我还不能传呢。我觉得断腿是个好的选择，断腿了以后这个绕起来就比较方便了。油管还不如网盘呢，油管国内没几个人能上。操你妈毒我。就是过分了。应该从这儿走，然后这边据说是有几发麦林，但是我不知道，总之我没拿到。为了那几发麦林，值得再回去打那个吗？shit， 走反了。
是这儿，啊，是这儿。这片区域还有东西没拿是吗？看看什么东西没拿。这片区域应该拿光了呀。是不是这边那个蓝草啊？不是这片，是后面那个蓝草没拿。他老是让我。喷的麦林头拿来打，几只又起了。这是我来的地方，还有什么东西没拿？就这蓝草了。行吧，这蓝草我不想要。是，这个大哥会起来，我之前让他起来过了，所以我知道他要起来，我就放他一马，是吧？放他一马，哼。然后这个叉山应该，话说你们这个房间是不是？永远都搜刮不光的，因为这几个旗子插山插着的关系。不行，我要把它搜刮干净。确认一下，确认一下。不对。不对，这俩应该没错的。看一下啊，骑士，话说这个是不是骑士？这应该是骑士。骑士和城堡不在同一，啊，骑士和同城堡在同一面墙上啊，原来是这样，怪不得，那我理解错了。我还以为骑士和城堡不在同一面墙上，那这个应该放骑士，然后说城堡和皇后是相对的，所以这是皇后。然后皇后与主教不相邻，啊，国王跟皇后要换，啊，国王跟这个主教要换一换。对了，啊，行吧，OK。Okay，almost there, Ada. Almost there. 哎，这什么意思啊？这还可以拔下来是吗？这拔下来就不用拔了。来来来，然后我们拿一个这个啥，拿一个绿草吧。王阿姨都抽出来了，是的。
让我想想，之前我记得是有一个那啥，对，这个控制室我还怎么回去来着？这个控制室我还能回去吗？这边通下来是什么地方？从这儿回去？哦，那还得这样绕过去，从这儿走是吗？控制室是不是后面回不去了？我还要去控制室拿那个东西，就是转盘锁里的那个麦琳子弹呢。回不去的话，我只能现在跑一趟了。之前那个转盘锁的密码不知道没开。对啊，海报给我提示了，所以我现在要过去。从哪儿走来着？从这儿走。但是这个水下还有一只极之鼬，挺烦。要这样绕一下出去。好，挤上去，走，那个家伙不知道在干嘛，反正他没看见我。啊，下水道。SZF 是吧？SZF。哦，拿到银杯耶！所有密码锁都解开，可以。好，这片区域也清干净了，太好了。这里下去是什么地方来着？中层。哦，就是楼下那个，他是跳下来，怪不得我这儿上不去。啊，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哦，这样一套，然后我们把这个糖的子弹给上上。7发。马格南子弹还有5发，子弹还是比较紧张的，存一下，20。没闪光了，这边这个房间是拿不光的。
就那个地方，就那个房间，就中层这块区，这边少拿个蓝草，我故意不拿的。然后这一块区域有好多好多，然后有据说还有那个麦林子弹，但是还有一只鸡还是两只鸡不想打，然后其他应该都抹干净了。这边是个蓝草，然后这边是棋子，上层应该都挺干净。这边是艾塔的那个美娜手枪子弹，其他应该没啥了吧。怎么又是蓝草啊？蓝草那么多干啥？后期有很多植物吗？还是都让我做红草啊？这边锁上了。主电源室，有，王阿姨那儿是不是暂时过不去了？植物怪秒杀，不存在解读。先看一眼王阿姨这边是不是过不去啊？我猜是过不去，但是我没调查那个门，我怕调查了出剧情。Damn it! Need the power on first. 好，主电源室，有个 boss 战。我好像多按了一下，不小心推对了。我本来想把第三给推上去，结果好像对了。我操，出不去！这是想干嘛？哎呀，凑过去被捞一下。还行不行啊？怎么老被唠叨？哦，来了，先出去吧！我看一下地图。后面看不见，你应该先出去。我操，经典刺激！没事的，你这个翻译不对吧？人家说的是 "It's still alive"。利用这个机关是吗？二人转了呀。哦，原来是这样的，
去你娘的！挖的坑把自己埋了。从哪儿开始？要把它打跪上。哦，跪了，跪了，跪了。Now I got you. 什么意思？又起来了，血量没压到，是吗？来次毒得死！啊，喷子没子弹了。咣！好，听声音过了，听音乐停了。一周目，一周目。怎么又给我把小刀？真硬，就是这 boss 真硬。好了吗？啊，那么掉下去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好像不可以。啊，从这儿走过去。我操，这倒的，这脚手架倒的真是富有艺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有子弹没拿，是吗？哦，好像是。还有什么没拿？哪个男？我操！哦，可以。我好像小手枪加，主要是喷子输出。啊，竟然是这儿。There for a sec. I can't get it out.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Just do it. I can't walk like this. Okay. It's gonna hurt. Hold on. 哦，你还带这个？你哪来的 ？I can do it myself. Just relax, okay?
坚持打麻将的真厉害。So, what do we do now? Get yourself out of here while you still can. I'm not just gonna leave you. Not like this. 李阳露出了迷人的微笑。Situation's worse than I thought. You're not getting rid of me that easy. You protected me. Now it's my turn. Didn't realize we were keeping score. 好，我在 A 大，他有一个手环，这样的话就可以走那个地方了。Push it, rookie. Okay, just trying to help. What's your step? You want to help? We have to get to the nest. Nest? Umbrella's lab, right beneath us. Net let it slip. That's where the virus samples are.You up for this? Think I could fit in my schedule? Come on, we got work to do. 摸大腿不洗手还行，哎，你们这帮痴汉。Cable car will take us down to Nest. My wristband's our ticket to ride. Nice. Where'd you get that? Borrowed it. Anyway, we're almost there. This 蓝草还是放吧。把灵丹也放，拿了火焰喷射器，没拿在身上而已。需要带着吗？这个应该存一下吧。打完机了，虽然打的不怎么样，但是还算是可以，消耗不是太大。有可能两三枪空的。不好意思，我错了。Damn leg. Let me carry you. No, that only make me feel worse. Foot in the grave， 是走这儿不太对。啊，走那儿，就这个门吧，就这个门。That should take us where we need to go.之前，那个安布雷拉历代记里，安布雷拉历代记里面 ，A 的头上还蒙了绷带，拉，要不要警局拿东西？没东西，警局基本上被我摸干净，看一眼，确认一下，这个是个蓝草，下水道入口。浣熊市后方，枪械店，地下设施。这儿有一个马格南。这是哪儿啊？等一下 shit
这个应该是打击的那个地方。马格南子弹。打击，这个地方我记得是之前回去过，还拿了那个马格南枪的那个改造什么来着？拿了马格南枪的改造弹药来着？是需要摇杆吗？好像也不是啊。这个门看上去是蓝的，是可以开，那为什么没拿呢？还是拿一下吧，还好刚才存了。我操，五发子弹白捡的，应该还是要拿一下。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富裕吧。之前那个全是鸡的那个地方，就不拿就算了吧。这个不拿有点过分。对呀，拿麦林改建那个电梯，我是记得，好吧，看一下怎么回去。应该是挺远的，先要走外面，然后走这个小道吧，走这个小道下去，下去以后走这儿有一个工作，升降梯，行吧，王阿姨你，我去去就来。Let me carry you. No, that only make me feel worse. 五发呢，就是五发呢。对，那有一个鸡，这个是真的。应该能摸过去。就这儿，今天我下午就播了。别抽，一抽一抽的。工作室，啊，是这儿。倒地基本上往前扑，你走到边上绕就行了。倒地我好像很少被他摸到。李阳的便服，就在这儿吧。就在这儿。这怎么会漏掉呢？惊了！有了，这个房间一直没注意，还有真结局的，哪有真结局？真结局长什么样？这种呢，就走他后面就行了。还有瑞贝卡看了吗？看了，麦琳的红点我也拿了，那两个提示还比较明显，只要拿到那卷胶卷就行了。紧急游戏，别出来啊！
是。火车打击五，那不是二代吗？那不是原来的那个二代吗？我再看一眼，我再看一眼，确认一下，别再这个。好，这个有了。哎，警察局，一楼、二楼、三楼，我操，填的干干净净。B1停尸房有一个好像是闪光弹吧，不要了。后起之秀的照片就是 Rebecca 呀，起码有六十帧，最多有六十帧，没有怎么叫起码。梯形摇杆。That should take us where。嗯？话没说完就瞬移过来了。瑞贝卡的照片，给你看一眼。后起之秀。No。这样。怎么红？红了，我感觉印出来的时候颜色是正常的。这个 T 型摇杆是的。他要到对面去开，然后对面我也不知道怎么绕过去，就算了。This may be a one-way ride, so be prepared, Leon. 分头片我不是刚才拿到了吗？不是给你们看了吗？ I agree, but to be clear, you're not working in official capacity. This is a federal case. Once we get the G virus, I'm back on my own. Hey, Leon. Trust me. Trust me. Honestly, if I didn't, you'd probably be dead.I thought I might need your help, and I was right. If you can secure the G virus, I can make sure what happened in Raccoon City never happens again. Nada. 不是一样的吗？从哪儿拿都一样的。It's a federal case. I don't have the authority. Look at me. 你们等一下，先看感情戏好吗 ？Liability now. If I'm going to finish this case, you're the last hope I've got. I'm not just going to leave you here. What if you're attacked? What if you need help? 你看看。这么重要的时刻，你们老打岔。I'll be fine. 还好我没跟你们说。Don't worry about me. I gotta see this through, and I want to see you again. I got plenty to live for. Trust me. Now arriving at. 李昂有点把持不住，中了王阿姨的奸计。Please, we don't have much time. You're gonna need this.Okay. Leon, counting on you. I know. 小年轻，抵挡不住诱惑就就去卖命了。从此变成工具人，好可怜。这个 T 型把手没用了。哦，这个还得带身上，这还挺郁闷的。占个格子呢。急需冲澡啊！是过了下水道是吗？嗯，我还多了两块木板没钉上。这个往后走有没有什么打火机点一下导弹什么？捡一个武器库钥匙没有？刚才我。Rebecca 的那照片不是给你们看了吗？怎么还有人问呢？拿那个胶卷吗？地下室下水道拿那个胶卷，然后去洗出来，你就知道那个地方 Wesker 的那个抽屉里还有东西。这时候你再回 Wesker 的办公室，就有那个照片了。然后还要再去洗一下照片。
被王阿姨摸关，一身屎味，谁说的？离王阿姨那儿没有屎，王阿姨只是掉到那个什么，感觉是重金属的一堆里面，腿被扎穿了。库拉317，他妈的，你想起你的 B 站账号了？你还有 B 站账号？破伤风。Nest。那么高科技。Okay。来联机一杠，你有什么可以联机的游戏吗？分头粪坑游泳，他们都是练过什么？练过在十里游泳什么？这个我觉得特工应该没练过这个。谷歌上直播了，表哥，大表哥，大表哥，我没买，操！必须使用身份。访客，普通职员，高级职员，电子芯片插入，哦，要去拿那个高级的电子芯片了。午睡日志，托比·杰克逊，高桥萨拉，高桥萨拉是不是那个？是不是爆发里面那个人？听上去像日本人。李威恩。这个表格有什么用？李威恩是吗？要记住这个姓李的。哇，这儿重症监护室，怎么还有？一进来旁边就是一个住院病房呢？那是杨子哦，好像是啊。北区地图，立马发现霰弹枪子弹，接待处，缆车月台，这边是实验室，还有没吃完的披萨呢。但是我拿到地图为什么还是看不见了。来看看这个房间有什么。我操，黑不溜秋。午睡室，厨房，还有多久能通关？估计还有一两个小时至少。我觉得有甜甜，你们觉得呢？Authorized staff only。这边过不去。Beyond this point, guests must refrain from entering。我操！注意右边，但我听声音在左边，而且应该是丧尸的声音。
要屁，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有个燃料那角落里。捡干净了吗？没有。我操！我操！为啥没舔干净呢？是不是要去那个楼梯那儿？啊，厨房算同一个屋子，行吧。这个楼梯还有用吗？好想过去。通风管理来了。哦，有一个火药弹，但是好像是在隔壁厨房。头要完全打烂才算。是，没有，那有的也是，就是打死就不起来了。但是一般就第一次倒下的话，一般都会起来。你要小刀划他，或者是用手枪打他，确定他死了。是什么？这房间？好像目前没东西。楼梯边桌子上有手办，是吗？你看，又来个小刀，小刀不要太多，划几下应该取决于它剩余血量的。好，磨干净，磨干净。厨房有一把，我操！我操 ！Son of a！居然有膝盖防弹。还可以这样的，哇，现在子弹一拿六发。火焰，火焰喷射器的组件 ，MUF， 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吗？一个电池啊、嗯，一个电池。操！组合。检查，这是什么芯片？普通职员。好，原来那个低级的就直接扔掉了，还挺好用的。它就是利亚，
我怎么知道他是丽呢？他为什么躲在里面死了？好，二级直接可以开了。还在吃吗？啊，还在，真的还在吃。据说旁边有个小浣熊，那真的有。哎，这儿怎么卡住了？关不下来了门。Dr. Lee, your presence is urgently requested by Chief Cartwright in the East Area. East Area. Dr. Lee. 我现在有两个那个大的子弹。限制液态燃料和压缩器大幅延长使用时间。你看，我之前没用这个武器是对的。化学火焰喷射器是非常化学，这要带身上，要不带身上吧。火焰喷射器可以拿出来，麦林可以放进去了。行，火药大，我觉得还需要那个强力火药，然后跟火药大组合变成喷子。好，这边停一下，录像。